蜂巢快报独家爆料，近日娱乐圈两位屌炸天的天王隔空告白了。你说什么？不信你看。182天，4368小时，前所未有，留给你们。原来吴奇隆的4368小时全部奉献给了蜜蜂少女，为少女加油打气。182天呐，45那就是10000年。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四爷说情话的本事甩萧十一郎7条长安街。四爷别说话，吻我。而12道锋位中温柔细腻的谢霆锋也一改往日形象，做起了严厉教父。峰哥撂下句狠话：万严格。峰哥丢掉了12道锋位的道具，拿起了乐器，弹起了他心爱的土吉他。霸道总裁峰哥所有逆天的转变，也都是为了同一群人——蜜蜂少女啊！据说蜜蜂少女队的教头工作，让吴奇隆和谢霆锋二人纷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对少女的造型、服装、舞蹈、歌唱等方面都有极为苛刻的要求，也为自己的队员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。小编觉得这俩人，你指责来我鼓励，你皱眉来我微笑的一唱一和画风，简直配一脸呀！不知道在节目中又会擦出怎样的激情火花呢？欲了解更多台前幕后，请多多关注3月12日每周6晚22点起浙江卫视大型女团音乐养成秀《蜜蜂少女队》。哼。